海里的小胖子，哈哈，墨鱼，必须要红油版的。漂不漂亮？嗯，这个是盖，这个不能吃。牙齿。来个大爆头，啊，圆不圆润？盘的，哇，嗯，哇，老香了。来点调料，鱼好了，哈哈，吃鱼。哎呀，鱼头掉了。呜呼，哇，呜呦，还是肉，这个鱼就是刺伤。太香了，鱼头，吃鱼吧，这个鱼肚，鱼肚这里是非常非常的嫩。哎呦，这个大鱼肉放一个等我吃了。哎呦，看到吧，它就一根刺，做海鲜那必须要专业，还要简单。先来两条对虾，今天有点飘哎。海螺，有八爪鱼，简单的来一小锅，哎呀，小八爪，料酒，香醋。做海鲜香醋一定要多放一点，稍微来一点点的老抽。哎嘿 ，OK。加瓶啤酒。哦。来都来了，哥姐，给大伙点个双击。我可以用这两个大对虾跟你们换一个双击。一个关注吗？这个双击的，这个关注的，我就来个小八爪吧，呵呵，小八爪，
这还想跑？再来一个。哦，都没有沫。这个是牙齿，可以把它拿下来。皮皮虾，搂它。有点扎嘴。过瘾，改变了一道美食，生腔皮皮虾。来个大波头，哎呀我去，搂他，喂。牙黑黑的那种，哎，太棒了！有没有被馋到？馋到的点子给大哥点个双击。有机会到大哥这里来，带你们吃海鲜。来个爆头，我去，哇哇，土子来块三文鱼，大狗吃才过瘾吗？对不对？爽不爽？感觉过瘾的老铁，给个双击，来个大爆头，必须要红油版的，漂不漂亮？搂它，太尴尬了。
就剩这么一点点了。来点辣椒油，把它开开，皮还挺硬啊，看看里面，哎呀，八爪，小迷你一口一个，迷你小八爪，一口要吃俩。来个龙虾，小龙虾，哎呦，什么鬼？这么大个屁股，我整了一口肉。太坑了，嗯，都见过五角星，有没有见过四角星？我也是第一次见海里面的海四星，哎呀，它主要就是吃里面的黄，看看它肥不肥。露它，海星这东西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。哎呀，有个勺子吃最好了。哦，肥不肥？来，老哥老妹，海鲜一小锅。哎呦，生活乐呵呵，来个面包蟹，八爪鱼，海螺，大赤贝，哎呦哎呦，来俩鲍鱼，哎呦哎呦，料酒，香醋。有没有食欲？再来点生抽，上色。加两瓶啤酒。哦呦，来都来了，给大哥点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带你吃。今天做了一个墨鱼蒸饭，感觉有点失败。嗯。哦，
好像还没熟。铁子们，能不能给大梗来个双击啊？支持一下，下次会做得更好。开饭了，哥铁们！哎呀，太香了啊！海鲜配米饭啊，嗯，来点汤，正香。来个小生蚝，哎呀，大爆头，排吧，我感觉最好吃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大海螺露一个，哎呦我去，这一块精华，这不是粑粑啊，这是苦胆，拿下来。嗯，这个是肝。天天看大梗吃海螺，有没有学会怎么吃了？嗯，用嘴吃吧。来个大爆头，必须要加辣的。必须要狠的啊，哥姐们，看着给大梗点个双击，加个关注。点个双击，加关注。来个猫眼螺，也叫香螺。哎呦，嘿嘿嘿！嘿，精华。唯一的就是它的肉太有韧性了，牙口不好还咬不动它。大肥肉开喽，这个是奥爆肉，必须是红油版的啊，过瘾。
招。开饭了，哥姐们！大肥肉，海鲜配米饭，还不香啊？啊，来点汤。哎呦！八爪鱼，哇！海螺露一个，哎呀哎呀，来点我这个秘制调料，就是有点瘦，这个海螺裤裆摘掉，哎呀，这肝挤出来，太香了啊！来都来了，哥姐们，能不能给大哥点个双击？